这个时间可能会有点味道，现在加点小苏打，加醋啊，加醋，味儿老冲了，注意啊！看好你们的孩子啊！不要这么玩啊！冰箱开好了，然后呢？待会儿还能再反应一会儿，这样的话它里头会一会儿充满了二氧化碳。你这也漏了呢。是漏点，它得出来点气啊。但它里头二氧化碳密度不大嘛，它就会沉在里头。然后一会儿我们还得往里头吹一个泡泡，这口气还必须得是啥？必须是你没经过肺的气，因为经过肺的气就是二氧化碳了，就沉下去了。你必须含在嘴里就吐出来，这才是空气，密度才会比它小。挺难的。好，现在已经没有反应了啊。OK。第一个泡不行，得用第二个。哎。别着急啊！哎，看，看啊，驯服了，驯服了啊！再来一个，好，驯服了，哇，驯服了啊，哇，好神奇，好玩不？成功，成功。